马静，老马静过来跟他说话。Hello。他在听啊、哦，哎，他摇头了。Hello。另外一只回答你了，你跟他 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他下来嘞，他从下面下来。倒立、啊。对啊，他怎么倒立？老马静，再靠近一点。他在玩游戏啊，他这么准的吗？我他出来了，他在喝水。可以啊，不能摸他。这只鹦鹉好安静啊。来，我们看这只大鹦鹉。你看这个大鹦鹉的勾勾很大哦，你可以站在这里，我跟你。王马青，哎，他跟你讲话哎，你跟他 hello。好烫啊！为什么？咬到嘴巴。哦。你跟鹦鹉说话。这个马镜，你不要什么？我不要看鹦鹉。你不要看鹦鹉。